哎，马上就好了。轻一点。我很轻，你忍一下。掉光了，你就不能温柔一点吗？张队长，怎么样？愿赌服输，说好今天你弄旺财的，这就是你的惩罚。旺财，你爸爸被妖怪抓走了。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错了，女王大人。这还差不多，我爱听。洗手了，你做饭吧。我也要洗。根据规定，135是我用厕所。有这回事？当然了。我怎么不记得？做饭做饭。我饿了，我只记得135是你做饭。家庭地位与职场地位严重不匹配，我要申诉。我会申诉。